Don't worry about me. 对，Don't worry about me，不用管我，管好你自己。我还是后面先把碗的午饭黑派切，再加个卤蛋。后面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瘦瘦子。国中的时候，就是同学们会交换一些，就是那种就是 hip hop 的 CD 啊。那时候就是单纯喜欢，后来直到我听到热狗的音乐以后，我才开始觉得哇，我可以把这些 rap 变成中文。所以才开始试着自己写写东西，写写押韵这样子。当然就是从比较 underground 的方式开始做起，可能那时候就做自己的 demo，坐在一张烧录的 CD 上面，然后拿去一些夜店啊，看老板可不可以给个机会让你上台表演，然后或是有这种音乐节的时候就去报名啊这样子。其实坚持下来真的也不难，因为我也没有别的专长可以做，所以比起就是去打工啊，做一些其他工作来讲，我觉得这好像。还是有一点点一丝希望可以读读看。其实我刚开始我们在做顽童的时候，我们单纯就是想要就是赚钱而已，然后想要看起来很酷。我觉得是到一个阶段吧，你慢慢的达成一些目标，放眼看下去台下的那些人，你可以感受他们就是在你身上得到的是一种希望。记得那时候有一个让我还蛮感动的一件事情，就是。有一个姐姐，她的弟弟加入黑社会，然后因为她听我们的音乐以后，她找到一个方向，然后她决定想要尝试去做音乐，想要去写歌词，所以她就脱离了那个环境，会让你觉得说，我们在做这件事有意义的，因为你的确会启发其他的年轻人。价值是能够感受彼此的痛。从刚开始做 hip hop，从头到尾我就是打算要卖它。但是其实，当你开始真的在卖它的时候，你的喜好变成工作的时候，它本来就是会有取舍。你尽量还是要在你的创作里面，就是找到你那个比较真诚的一部分。就是我会做音乐，或是做什么样的演出，我就是维生嘛。但我也会继续创作，因为那是一个很单纯的行为，会让我快乐的行为。音乐对我最大的意义就是快乐。你上次我们在香港演出是就很久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对我来讲有点像是有一种大家重逢的感觉嘛。然后我也觉得很期待把我这2年出的这2张专辑分享给大家。然后呢，就是因为很久没见了，我相信大家应该不只有想我而已，我会带顽童一起去，所以就是大家一个好好的同乐会一下。也许你就是解药，是陪伴的钱。